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九 M 八八的直播间。今天我要进行一个即兴唱歌大挑战。啊！啊！你真正是唔通唔通唔通，你几点了还不去睡？几点了还不去睡 ？No no no！ 啊，真的很好了啦。这个感觉有点像是小学生就是的那个宣导的影片，所以就是要可爱一点。请洗一首《关龙头》吗？嘿嘿嘿嘿嘿嘿。你一定要清洗手，我来听。再次，嘿嘿嘿嘿嘿嘿嘿，清洗手，关龙头，嘟嘟嘟嘟嘟嘟嘟，清洗手，关龙头。哎哎，赶快啊！今天要不要跳一唱？哦、oh, ，今天要不要跳一唱？嫩呢、欸？等一下，有点老派。等一下要吃什么？等一下要吃什么？耶、yeah ！疫情下要跟粉丝的小叮咛就是。勤洗手，关龙头，还有等一下要不要挑一场游戏，然后还有问妈妈说等一下要吃什么的时候要有耐心一点。想看更多，请追踪 L 台湾。